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这个辣炒的这个鸡翅，还要配这个下饭萝卜干。这个萝卜干有香辣、有麻辣口味的乌头的，然后配饭配粥都很好，它很脆，就你吃完只要把盖子拧起来，它不会变软的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炒的这个青菜，然后梅菜扣肉，这个是卤鹅，潮汕的卤鹅炒了这个虾。先吃青菜。
同学。对。关闭蓝牙。这鹅肉好好吃啊。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洗澡刷啊、哦，因为家里有的时候有老人，有叔叔阿姨，他们洗澡的时候弯不下腰，用这个就特别好，刷后背、刷腿都好，9.9一个包邮。哎呦，反正我用了挺久的，我觉得挺好用的，因为我们在广东这边没有澡堂的，不像我们老家那边有澡堂可以去泡澡搓背，这边没有。哎，我看还是蛮实用的。